我朋友嘛，阿子，是你转，调一下那个，调一下我，我刚刚那个车在那摆起呢，摆十八号，那个，那时间点是14:40，老爸就是江北那个树林的朋友嘛这样。开往基隆。微笑捐赠1:28，怎么办？跑掉了！要掰一掰，掰起微笑捐赠血源，我的普悠玛跑掉了。怎么办？跑很慢。真的？什么车次？515。什么车次，姐姐？阿哥师傅。什么车次？开了，阿光那个6B148。啊，136。谢谢哥哥，那叫嘛136B 次啊，回去送树林，来送来谢谢。再见。